Tutor Piano 是一款辅助学生练琴的钢琴陪练 App。我们的使用对象为由老师指导的钢琴初学者。在平常独自练习时，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，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工具来辅助学生。我们的 Tutor Piano 提供了许多功能，其中主要的功能为学习记录、练习模式、视谱听奏。在练习模式中，学生弹奏实体钢琴，系统将这段音讯做处理进行比对后，回传使用者弹奏的错误准确率，并将此笔资料存入学习记录。透过数据化的结果，能帮助使用者了解自己的练琴成效。听奏是训练学生的辨音能力，一般情况都是由老师弹奏一段琴谱，并由学生回答唱名。视谱则是训练学生的看谱能力，一般情况都是透过纸本试题来练习，无法及时知道错误。Tutor Piano 透过测验问答的方式，及时给予使用者答案及准确度。每笔练习模式与视谱听奏的结果都会记录进 server 端，学生及家长可以透过自己的手机观看学习记录。而每天晚上10点，我们也会通知家长去观看孩子的学习状况。Tutor Piano 是您练琴的好朋友。